从明天开始，我接着给你买鸟笼、买鸟、摔它，买一缸子鱼喂死了它。许震，你少废话！我废话，我不造假。老梁，我不是。哎呦，是广利啊！嫂子。哎，老梁，广利来了。广利，来。哎呦，广利。梁副局长，有事吗？我去给你们沏茶，你们聊。国立，老教官，107是要成立战法研究小组。哦，上级领导已经批准您担任战法研究小组的组长。我？哎，国立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快坐快坐。来，国立，广利喝茶。谢谢。哎，老板，赶快去给我准备东西啊！限你10分钟之内给我准备完毕。快快快，干嘛救火呀？你不懂，广利请我回107师当战法研究小组的小组长。你看他高兴的，小组长，我还以为你当了军委副主席了呢，还不如我们军委委员会的主任大呢。你懂个啥呀？那组长是小，可研究的是大事儿，对吧？对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去收拾，你们坐啊。欢迎您的到来，请指示师长肖广利。